过去的经验，这点真是上趣味的。因为咱大家互相学习啊。我来先开始了哈。谈到我讲了吼，有人咧甲我问啦，讲你是是不是基督徒啦，还是什么什么个？听了唔知影我是什么宗教的人啊。哦，讲安尼足好呀。诶，表示讲我是较公平啦吼，无咧迄啰，无咧支持讲特别对一个宗教啦吼。我咧教册时吼，学生拢上起头路，要问讲啊，你是我咧教宗教啊，所以因就爱问讲啊，你是信什么宗教啦？我讲我无要甲恁讲啦，你结束了结束，会知恁会知啦。啊，但是到我结束讲，因还阁唔知啦。听了还阁唔知我属什么宗教，我讲安足好。表示有公平啦吼，即马再有啥物问题吼？那啊是我阁讲一项啦吼，即个基督教有十条戒啦吼，即个无神论嘛有十条戒，啊因个十条戒我感觉。比基督教更好呢，因为我有讲起讲无神论吼，是无接受迄个第一条甲第四条啦，遐拢讲着神啦吼，啊第五条落来吼，讲尊敬你的父母啦，唔通杀人啦，什么货，这是有接受啦。啊，即吼一本迄个 God。Delusion 吼，有讲到这个 New Ten Commandment， 这诶、個，这个第一条吼，讲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want them to do to you 啦吼，这中国也有啦，己所不欲，不施施于人啦吼，讲。这条都不是宗教的教训，但是一般的人拢会当接受啦。第二条讲 ，In all things strive to cause no harm， 唔通讲伤害。这基督教讲唔通杀人，哦，迄伤严重啦，这讲伤害嘛袂使吼。第三条。Treat your fellow humans, your fellow living being, and love, honesty, faithfulness, and respect. 你就对待别人吼，用听啊，公义吼，信啊，尊敬来对付别人。Do not overlook evil or shrink from administering justice. 啦，讲唔通忽视这个罪恶啦吼，来就爱去追求迄个公义啦。Ready to forgive wrongdoing, freely admit and honestly regret.若有承认因的错误，你会使改下面live a life with a sense of joy and wonder。讲到爱过迄个有快乐啊，有即个 wonder 的生活啦。Always seek to learn something new， 逐时咧追求新的知识啦吼。Test all things， 测验。大行拢爱测验 ，always check your idea against the fact， 是毋是你嘅观念含迄个事实有符合，就爱特时来测验。
never seek to censor or cut yourself from off from dissent. Respect the right of others to disagree with you. Kong little Chung King Dangbo Tong Yi Li, Lima Rai Chung King Dang. Form independent opinion on the basis of your own reason and experience. Do not allow yourself to be led blindly by others. Kong do ai tok tok dip e king kai la ho king ku di sing ka king yam la dang hong ani chore chao la question everything tui ban hang tai chi dong ai chim mong na bo sui ben song sin la kong chi chap tiao ho kam nang e huan tui dong ma si会使讲，足会让人尊敬的这个观念啦。所以对这吼，有个人对这个无神论吼，是讲无神论都啊无相信上帝啊，无相信天堂地狱啊，所以嘛是拢乱来。其实因所提出的吼，并十条街，我感觉讲了较好。刚才讲林教授，公布演讲哦，我加了两分钟哦。您啊爱看挂熊仔哦，才应该是唐寅师啦。今天林教授讲的物件，员工一共一第六章啊，第六章啦 ，Title Everything is Same， 所以你应该在张南。未来听的时阵，我在前面哦，会高年前我听，人家的公演讲，我讲你介绍一次不？你介绍一次，所以我这个是2009会，当两三遍，当然不读一遍了。所以我相信我今天听了解比你重要，因为我已经读一遍了，再去听一遍。所以。基本你来了解，这将近个十，您一个人无能搞啊，是吧？我先讲我家己，啊，爱我这个读书去基督教有关的，我甲您分享一下，我是客家啦，我是无神论者啦。以及他们家公信上面讲，我确确实实的是绝对无神论者，对，就这样讲清楚的啊。但是无神论者哦，我相信我对宗教、基督教、跟佛教这种，他肯定大家在说啦。基督教是我读八万本，佛教是我读八万本。啊，他们是简单的，我等新民是从人，那个多人，所以不是我要点东西哦。我要讲讲，我讲的时阵，相对非常，同时我对历史的研究啊，讲的，我历史只要写三四本子啊，所以我讲是真正的真诚讲出来，一年三过用丢讲出来，好气啊嘛！我讲讲到基督徒哦，有些真困难的所在。上困难所在是圣经基本字。安怎困难呢？基本字从2000年前写的，2000年来，你也信基督教，一定要把这基本当作最重要的经典了。这样哦。啊，好，好同大家共同一份，差不多在卖钱呢，一份是2000零以下。啊，林教授在说，讲大家专注意到2000零啊，迄人的这个人的知识哦，不应该这么比啊。所以你要现代人哦，
被介绍要用2000分钟、2000米钟是最参考之一的，就比较在很大的困难了、啊。所以就把这块为例，我一张木材，我这样就做种比喻，所以用一张木材是，我从学我佛教的经典来做一个对比，佛教的经典哦，释迦牟尼戒心了。一级上面哦，你就有500个一大弟子阶级啊，阶级细分是叫阿含经啊 ，OK。基本佛教徒，假如说菩萨在说上面阿含经啊，但第七部是佛教徒最最根本的，相应于讲基督教的新约跟旧约啊。一要了就是。不过的话，你不搞大学的大学的大宗教思想家，你给我下经，佛教那边下一支，凭基督教支，够够得上台了。啊，我下个大部是什么什么哈？起码我佛教他的支哦，跟着学教他的阿含经啊，出来转就讲《法华经》，金刚经》《心经》上面唱啊，按照。有啲好处呢，一怪之哦，就是医疗学者不脱轮，易经这佛教思想不完整出来，加以发挥、发挥、发挥，所以跟时代一直在进步。这点哦，从佛教主要是凭基督教是看幸运的事情，幸运所在啊。虽然当然很多基督教学者瞎上面。讲的是，但一个是不能当作一种经典呐、啊。所以这样代志哦，我当作现在基督教徒可能做不到，只要可以做到另外的写入新旧约、新新约，安尼哦，把新的你的基本思想都不能 up to date， 我感觉大概是做不到。不，从理想上是第一点，所以要长期啊。第二点哦，我讲主要要讲讲林教授今天讲基督教跟无神教，那无神论者来从来从啊。啊，有一个结论讲，在在自己的人往下讲，基督教跟那个无神论不能合作吗？他有一个问题。林教授认为呢是可以的。可以合作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也觉得，对吧？林教授的话吧，我们都父母生的，我家捆上面母家结婚生子一切，啊，我们两个相同，他基督教我99%，我们两个都一样的，啊，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实际上，不能合作的是什么？你有信心，我无信心，差别就一点嘛呀。也看到慈爱合作什么东西 ，everything is same。那个讲基督教跟无神论，基督教跟佛教徒、回教徒，什么人都应该都可以合作嘛。但是，有几个fundamental所在不一样，这点哦，不一样的地方是变成最困难的。这困难使得被从基督教徒的观点中。他叫我讲无神论者，一种是 misnomer。无神论者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无神论者呢？我不相信有上帝以外，实际上我无神论者是靠近我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天文科学、历史性研究、考古性研究这些知识合在一起，使得。我看不到神的存在，神是呢，跟着罗素讲的 ，no sufficient evidence。那哪个 no sufficient？ I see no evidence at all。所以你讲基督教徒跟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就要讲的无知呀，鬼才讲。啊，别讲是讲基督教神相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现在历史新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尽管来对比，
你基督教思想在明显出来了。这点我呢，对一般信徒是非常大要求了。我太太是基督教徒了，我跟她讲，她讲一次呢，我不跟你讲了。你越读越不信，所以我跟我太太，她信了20年的信徒，夫妇我们很好啊，有时吵架不会是为信跟不信在吵架。他教会有事情要帮忙，我也很乐意去帮忙。教会很多花种的花是我种的送去，就在教会做的，是为了我太太。所以啊，我觉得现在要讲很可以的，我讲最重要的，基督教徒一定要研究现代科学知识，不是那些科学家，现代科学、现代历史知识。现代考古的证人，像说旧约里头的神，实际上很多的神，他有神的历史啊，更早的这考古学已经这样找出来了。这个书上叫《History Gods》，我看你们有没有读那本书。所以要用这种态度的话，才能够使这基督教才进步起来，不然。永远都是像人家说什么，人家比如迷信、胡扯，最后都批评。对比我演讲话非常率直，谢谢。其实哦，咱这个话已经八年了，咱一所怎样所了解已经超万一般讲的程度。啊，拄则讲这个。啊，苏教授哈，讲这个基督教拢都是迷信啥，这不一样。林教授，基督教有讲过几落摆，有两款，一款是基要派，拢当教会的字面上解说；另外一个主流派是头壳足开放，啊，因有了解科学，因有得读，所以卖遐尼悲观啦。因为我过去我伫东部20几年中间，我拢伫。讲英文的教会，啊，就是长老教会，啊，长老教会的牧师和遮个台湾人教会的牧师无同款，因的讲，互你会当想，互你用现代的所有遮个知识，甲咱知影来融化，所以咱伫遮这八当来，咱学的就是讲要安怎来搁较进一步，搁来开放。所以我是按讲六月迄阵，我要将我的心得做一个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即句话内底提的话，你手多物件，我是读较济啦。因为我以前是伫读迄个，伫迄个 UCSB in anthropology， 因伫读即个 social biology， 所以因即阵人即阵教授吼，对 Christian 不只有 hostile。啊，理由是安怎嘞？所以我是较阿古里讲，你要讲，大家要互相尊重。因为我较捌想，因为我咧台湾内都无人伫了，无了解讲因遮个人哦，遐尼 hostile 哦。不过呢，确实真简单啦。因为美国 Christian 哦，真侪我即摆讲 conservative 吼，拢 anti-evolution 嘛 ，anti-science 嘛。所以因遮个教授，因感觉因 under attack。所以啊，安那他因都 respond 嘛，所以我迄是我解说啦。所以讲，像这无神论来讲吼，你过去欧洲历史来讲，迄个基督教是 all powerful， 啊，一段时间嘛是相当 corrupt， 并 control everything。所以伊在这种不当公权集权下吼，诶，讲这一直出来这款。靠一个那个一个，所以基本上讲个，我是用历史来看是有这款迄个痕迹啦。所以对你讲，人即使咱今日来看嘛，拢对善真人对善什么真反对，真威人。啊，其实善是甲瑞正对我来讲无有关的。基督教，因为我唔是基督教徒，所以我不了解啦。天主教因哪有 define 嘛？因就是讲，
这上帝是上帝做因因的代志，啊，外口是因恁恁去解说恁的代志安尼。顶个人讲好像，互不相来往，当然来讲啦。所以一个程度上，天主教较无的问题来讲，是不是？基督教较一个问题，为这伊无全对三。这个天主教教王有接受这个 evolution 啦。theory 啊，这个基督教你若搁分工，迄伊个是基要派，迄福音派，也是这个主流的基督教会，主流的基督教会较开放，有接受这个 evolution， 这个保守派反对 evolution。所以北美基督教你如果该分开，这个是开放的还是保守的，我无想的啊。我想我做一寡迄个感想啦，哈。哈哈。第一，我想这个查经吼，这圣经是甚款？我查经的迄款 approach 的方法足重要啦，哈。我最近我教会吼，我是用一个方法叫做。神眼光查经啦，啊，神眼光查经吼，伊是强调讲，这查经的方法吼，有一种是用作者用心落去查经，就是讲了解啥物人咧写这个信息，用安尼来去了解有迄经文是到底讲啥物。啊，第二种是讲叫做经文中心啦，吼。啊，就是爱去了解讲，迄当时写迄当时历史啦，迄当时个啥物款。啊，第三种个，迄个重点用读者做中心啦，咁用读者做中心来去读。啊，所以是先按讲伊即款查经方法，就是讲鼓励你查经个时阵用读者做中心。啊，而且查经毋是讲你家己一个查，因为家己一个查经，含人也无 interaction， 所以根本你来读。迄、那个无迄、那个迄、那个社会，迄、那个脉络拢袂起来，啊，所以爱鼓励讲用读者每一个人个读者做中心，啊，所以读者做中心就是啥物款意思？你看用每一个人你个处境，啊，你拄着你个问题，啊，你即、這个你用你个当了解范围，还是讲你拄着个困难个中间，你即个经文，甲你讲啥物款个信息？啊，所以这是我感觉讲，这含这个吴宗伟的迄款迄个，这 contextualize 的 theology 吼，我讲是足好的应用啦吼。啊，要较简单讲，这个 contextualize 的时候，就去处境查经，还是讲情境查经，咱来翻过去知影吼。就是讲迄个土土主教吼，有一面去台南新南院迄个吴宗伟纪念馆吼，啊，伫遐咧发表伊的意见。啊，伊含拄拄含吴宗伟是因有共事过嘛吼，因有做伙工作过。啊，拄拄伊讲一句话，我是讲伊，我是看迄个报告，我讲哎哦，啊，伊是讲啊足好啦吼，伊是讲对西欧的人啦吼，心态上大问题就是讲啊，到底上帝有存在啊无？啊，因为社会进步到安尼。所以足侪代志拢有法度人去补充，啊！但是对伊南非的遐黑人来讲吼，到底有神啊无，根本毋是问题啦。哦，迄个地动嘛想讲神咧受气啊，吼！啊，迄个风台来讲神咧拍打球还是啥物款嘛？啊，但因上大个心态问题是啥物款？就是讲啊，神啊，较会我先做黑人吼，啊，神啊，较会白人，我拢受白人欺负吼。啊，假使若是上帝听的时阵，啊，较会是有公义的时阵，我较会先做黑人吼，啊，我啊较有人先做白人，啊，所以用安尼甲讲起来，咱会当真了解讲，用这查经的 approach 吼，有无同？我相信三星，啊，比如苏教授咧讲，啊，这圣经是毋是爱不时爱一直发一直用？我相信是若用无同款的迄个方法。来咧读圣经的时阵，啊，可能会足大个无同款吼。啊，拄则我是较第一遍较知影讲哦，连迄个无神论的嘛，迄款基要派吼。
所以是，我是感觉讲任何宗教然后基要派吼，你有一个 extreme， 佮会佮佮一定会佮产生另外一个 extreme， 就是拄在迄个迄、那个 key 咧讲吼，讲哦，就是有时啊一寡迄、那个即、這个无神论的嘛，对基督教做 hostile 吼，迄就是迄嘛是一种个极端嘛吼，就是讲一基督教嘛一寡个极端，啊，所以是你若是讲有甚物任何宗教，你若有一个极端。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极端啦吼。啊，我是感觉讲，拄只迄个即、這个林教授咧讲迄个蒙花化吼，蒙花化，迄、那个蒙花化。Bonhoeffer。Bonhoeffer。我是讲伊的迄、那个伊一点的观念，我是感觉讲足好个，是讲，迄是上帝即摆咧受难，咱爱去解帮衬。哎，这讲起来是有时啊，听起来感觉讲，哎，是咧讲啥物？啊，其实是就是圣经咧讲个。你讲耶稣咧讲吼，啊，你大家人你来行，你个心意过来对我行。哦，所以这个意思是讲，这个世界有咧是咧有苦难，啊，所以每一个真正要跟对上帝个人，就是爱含上帝三甲行迄个道来解决这个世界。安尼就像安尼用这个来讲吼。啊！你讲有一挂遐无神论的遐一挂观点咧批评讲基督教内面一挂上过头遐廉价，做廉价的恩典啦吼，还是讲就是讲单单相信讲啊，我若相信上帝，我所有我的担拢家己拢唔免担，我就全拢全死赖上帝吼。啊！我相信一挂无神论的因遮，拄只咧我听着遮，实是对足济基督徒需要来听这堂课。因迄是会当讲挑战因的信仰啊，吼、哦，若是讲假使讲恁神的信仰的这个上帝是一个公义佮疼心的上帝吼，啊无私的疼这个物件，当然是爱来接受这个挑战，来去审查讲家己到底咱这个信仰是自私的信仰，是为着家己要来得救上天堂的信仰，还是讲是要得到真正？活命就是共同的生命，这种的信仰啦吼，这是我听到这回应。多谢啦，多谢。这个啊，我看你这个有比较有 positive 的 response 啦吼。这个基督教的内底吼，有的对。无神论吼，完全无理解，是讲无神论拢是恶者啦吼。伊无了解，啊，就安尼先改标签，讲这是诶，若无信上帝，迄拢是歹人。有一款是拢唔对。你若无真正了解这个无神论是甚物货吼，实在是唔通讲批评啦吼。但是我再讲个方法。我是感觉讲，像当然我对伊这问，唔是讲真了解，但是拄只你印出来，遮拢是学者嘛吼，啊拢是真有真比较知识程度拢足悬的人。嗯。但是事实上，咱要面对的是，唔是讲干呐针对讲遮个悬知识的学者。嗯哼。咱即摆所看是，也是应该是全人类的咧嘛。所以讲，咱袂当讲。哦，咱有法有迄种的知识，吼、哦，啊，有迄种的有种的能力，吼、哦，啊，咱会感觉讲，就爱用这种 approach 来面对上帝启示的一块问题。啊，其实是大部分的人是靠经验的，唔是靠理智的。吼、哦，我一般的人，大部分的人是甚至讲，我嘛承认，我大部分的代志。唔是靠理智来解决问题，是靠有时是靠一挂情感的动力，啊、哦！我想这是大多数，咱的理智当然当到一部分，但是到尾啊，影响咱的，嘛是爱靠一挂感动。就是讲是爱有一挂艺术啊，爱有一挂这个物件，才会有咱产生动力。所以我是，若是讲对无神论的这代物件，有一挂变作讲较无同款的意见，我也是感觉讲，
伊即种个伤过头理论化，啊，较忽略迄个人个生活个观念即块，吼，啊，其实是咱咧控制咱个人个诶，迄个行为个，较其实是靠咱个经验，较毋是讲靠课本读来个迄个理论。我甲大家分享一下，根据统计，我那是信心的人占真大部分。我袂当甲你讲几多省 ，OK， 这一项。第二项就是讲，即马咧讲无神论咧有神论，即就是讲了了解讲，咱人的地力吼、哦、有限，吼、哦，像讲我读书啊，隔行如隔山，吼、哦，我无法度啊，世界即个 universe。诶，迄个即种个 mystery 是一个神秘，哦，啊，咱人类一代一代的进步，就是愈来愈发现上帝创造宇宙的伟大，哦，啊，每代拢有贡献一撮知识，你拍表，哇，所以咱愈知愈多，咱只讲要去到月亮，啊，咱以前无显微镜的时阵，我哪有血，哪有细菌嘞？哇，有显微镜来了，咱才发现讲，哦，科学。迄看细菌都捌袂了，所以即个我拄仔有一个 quote 吼，这就是即个 Augustine 吼 ，Augustine 是咱神学大师啦，第几世纪？第五世纪，真早。伊讲吼，伊讲一句话真好啦吼，伊讲 Seek not to understand that you may believe, but believe that you may understand.讲去找，唔通想讲你要来了解你的信仰，但是你来相信讲，因为你信了后，结果是啥物？啊，伊佫讲一句较详细啊，哈 ，Faith is to believe what you do not see。哦，信仰就是讲相信，吼、哦、咱看袂到的代志。The reward of this faith is to see what you believe。因为安尼，咱信呢，咱的报酬吼，咱的结果就是看到讲哦，因为你有伟大信仰，做先这样伟大代志，哦，你看真使用当初咧，万里长城，我是嘛是真迄啰吼，啊，咱即卖咧笑Donald Trump吼，咧创啥物大墙啊吼，啊是讲每一个机构拢有一个伟大人物咧甲咱带，这就是讲。要讲先知也好，先世也好，一句话讲啊，我对你行啦，你带我行，哦，无你跟我同齐行啦，啊，若无呢，你跟我后壁行，啊，你若拢无爱行，跌倒落去，吼、哦，就讲你也无爱对，也无爱甲阮牵带，啊，无吼，也无甲阮做伙行，那你走开好了。所以这句话就是讲，互咱了解讲。哦，这信仰就是讲，那牧师教授你讲有神学家，这个家，啊，这个家拢是一家之言啦，这唔是讲绝对对的。啊，但是一个神学家甲一个宗教家无共款，宗教家就是无论你是达赖喇嘛，无论你是 Mother Teresa， 因就是用信仰啊去做，哦 ，just do it， 哦，没讲话。安尼讲啊一大堆吼，你着做啊，所以一个宗教家，奉尊敬，所以做一个伟大的工作。啊，有人安尼讲讲，咱写出来时吼，换一个就出来。我要看到这世界，老母的巴肚，安尼换一个出来，哇，真欢喜。啊，死去呢，有人着点死去，啊，有人着千万人去甲杀。啊，问题伫倒位？就是讲，因奉献因的生命、因的时间、因的啊来做伟大工作，咱无法度做到。哦，咱妈咧提出说，伊讲，咱用大爱来做小事。啊，人家问讲啊，你几一万人的迄个印度，遮个各大遐狗吼，遐济唔怕防蒙着，拢哦狗啊，互伊个乌鸟、乌乌鸦食迄老人哦，安尼破空吼，啊。啊！伊家救出来，啊！统计讲，因有人安尼，因遐动物吼，
有几万人安尼扭起来，啊，人问讲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用？伊讲无啥物办法用，阮都一个一个光，一个一个光，吼、哦，啊，这就是大爱底下啦，吼、哦，啊，所以讲侪是讲啊，你要信啥物，你要这个论说啦，好，你信你的，也毋免讲倒来坏，吼、哦，啊，就是讲做听的工课，这较伟大啦。我无法度通拢总赞成你讲啊，第一我是无认为讲圣奥古斯丁讲的拢总对，啊，即马有足侪迄个理论有无相款的吼，啊，这个毋是讲你做爱，你死的时候有足侪人甲你送，我知影有几个人有影死人为着别人做，总是伊过身的时足罕无，讲伊无要从这。无要从讲壮士，啊，要叫人杀。壮士，阮知影的人就习惯了，知影讲因家人听。所以这个是，我是感觉是 different issue 啦，啊。拄仔咧讲，吼、哦，天主教有真侪基督教朋友误会，讲哦，教宗那是耶稣，其实毋是，伊伫伊的迄个车库，每早起来就是伫跪咧祈祷。伊讲我就是大牧师，我就是耶稣，咱人看袂到，伊升天去的。啊，总是教会地下几亿个会友，爱有人牧养，所以我是只不过是大牧师尔，那公司的 CEO 上悬安尼。啊，教会遐尼大，总是还有一个组织，安来管理安尼吼。伊免有组织嘛，是有当时咪出代志。对于这个无神论哈、啊，无神论者，你们在刚才讲的那个无神论呢、啊？无神论是很多种的无神论，不是说只有一种无神论就把它全部无神论。佛教可以归在无神论，但是呢，佛教的无神论和他们的无神论完全不一样。佛教的无神论是这个宇宙不是一个由一个上帝创造的。是以一切有情就是一切的生物，一切的人，一切的生物，一切的天人，所有宇宙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说佛教有一句话叫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这就是叫做依报。我们是正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精神，有自己的心。这个依报呢，是随着这个正报来转的。所以是佛教一句话叫做依报随正报转。所有的一切生物到哪一个世界，就是因为他的心和这个世界相应，才能够出现这个宇宙，这个他的环境，他才在那个环境下可以生存。如果他的心是像我们的人的心是在来这个地球的，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天堂，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到天堂去，但是我们也不会到地狱去，因为我们的心不是这么坏，坏到可以到地狱去。所以说人的心如果能够修得很好，就可以到天上去。天上呢也有好几十个天，我们佛教是28天，28天里面呢，你修到哪一个程度就可以到哪一个天。但是你堕落的时候也可以堕落到动物的世界，也可以到鬼的世界，也可以到地狱的世界。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这个叫做轮回。所以说人们呢，我们人呢，你们信基督教也是一样，我们佛教也是一样，信佛教有他的目的，信基督教有他的目标，但是呢一般人呢就是信，但不晓得你们到天堂要做什么，你们自己不晓得。我们是目的是要成佛，佛教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就是成佛，这样子。所以说刚才苏教授讲的阿含经，事实上是佛陀
在传教的时候最初讲的一部经，最初讲不是这个，最初期讲的，最初讲的是最初讲一部经是很深很深，后来呢他就讲阿含经，阿含经叫做成佛之道，就是成佛的道理。所以我们有一个目标叫做成佛，我们所有经典就是要让你向成佛的路走，但是不晓得基督教是要到上帝那边是做什么，我们不晓不了解。事实上佛教也可以到基督教的天堂去，天堂是不是说限定基督教徒可以去的，佛教也可以去，其他所有宗教都可以去，但是要一个条件，你所做的事情，你在你的心里的种子啊，一定要和要跟那个天堂相应。所以说你刚才讲的什么宗教都可以去，那是对的，但是呢你们把围墙围起来是基督教在里面啊，这个讲法是不对的，这个不对的，是所有的人没，但是我那是一个故事啦，对，笑话，我是笑话，这个故事我是笑话，我知道，我是笑话。现在呢佛教也有修到天堂去的，像那个我们叫做五戒十善，你修五戒再修十善的话就可以到天堂去，就是千真万确，不是假的，而且去的地方和你们去的地方完全一样，只要你们能够十戒可以守，也可能会到那边去。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教说一定会到天堂去，绝对不是这样子。哦，多谢哈。你讲下个月，你讲那个讲佛教哈，也是无神论，啊，看那是看安怎定义这个宗教啦，因为。不教是无相信迄个 personal God 啊 ，creator God 啦 ，creator God 啦。但是不教嘛有承认迄个绝对的 the ultimate。啊，那这点讲起来，那神啊，定义讲迄是绝对的、超越的，拢是有相，唔是 create 迄个 the 超越啦 ，the ultimate 超越的神啊。欸那安尼讲起来吼，是也是有相像的所在啦。即马啊，陈先生，你要问问题，还是发表？那开始的时候，比如讲这个调查，对每种的宗教的好感度，对对，哦，这几年来有拢提高吼。我唔知伊这个调查的，伊对象是讲美国人吼，伊。被调查的人对每一个宗教是不是了解？啊，所以伊的调查好感度可能是讲伊接触的无同款宗教的人的迄款的感觉尔啦。对。啊，但是虽然是讲迄个感觉，但是这宗教遮侪种，嘛无讲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宗教拢有接触到，还是讲有了解？对。哦，这个调查方法甲这个结果啥物话？调查方法，卖讲有确实无确实啦，因为干那即款，因为每一个人对每种的宗教无一定真了解啊，伊的好感度当然会无同款。但是伊讲这个对每一种的宗教拢有好感度，拢有进步。这个意思，我的解释是讲，大家每无同款的宗教互相了解，拢有咧进步啦。对咯。才有这个好感度的提升啦。对。啊，甲这是伫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所做的调查。假使这个调查，若白白用这个调查去一个回教的国家去调查，无相啊，结果完全对啦，无相，天差甲地啦。嘿嘿是。啊，所以不过若是讲世界，若是讲大家拢自由的想法、自由的思想安尼，这个无同款的宗教会互相了解，应该拢会进步啦。对咯，嗯，是啦。调查结果的感想。对啦，对啦，我这个我来当补充关于迄个统计，统计一个基本就是讲，伊无可能全世界人，那个拢去吧，所以伊都要找一个 sampling， 啊，对这 sampling 来找嘛，啊，所以迄个 bias 上侪，你都叫讲伫美国。跟一个别国无相款，
啊，我再另外一个就是讲迄个方法。我知影讲伫美国，讲起来讲大多数信基督教，吼，天主教甲新教拢存在来。总是信基督教无相款，有人是信甲足保守足真嘞，啊，有诶是一年才去教会去两摆三摆尔。啊，你那个迄个调查人讲 ，Do you believe? Are you a Christian? 伊嘛讲 yes。啊，所以迄个程度无相啊。啊，另外一个统计我看就是讲，在美国在教派内底讲增加上侪是摩门。啊 ，of course， 因就是讲教会人之外，迄个内底保存当然较悬啦。嘛，我前下呾看所有教会的内底，唔捌有人讲出去有偌侪，干我讲一百偌侪。所以这个数字，咱爱你爱 critical， 就去了解。一共在通给数据，啊，我属于数学专家的同学。这个摩门教哦，是迄落，免得讲，因为增加的原因，就是因为积极咧爱去传教啊，因若无去传教，是袂去增加啦，因。少年的时候，拢都爱用差不多两年久吼，爱出去外口聚会，啊去宣传啊，两个人做伙，所以这个有咧团，所以人数增加，这是自然的现象啦。这个开放派主流的教会，较唔是主张讲去团啦，哦。这个我以前可能也捌讲过啦，讲一个教有诶基督徒是注重 Great Commission 啊，讲你落去普天诶去传啦。啊，另外一个是 Great Commandment， 你着听主边进入家己啦吼。啊，这个较开放诶教会吼，较注重这个。听厝边亲亲像家己啦，所以因的教会唔是讲咧去传教，是咧去帮衬弱小的，啊咧做一个好代志。所以自然那安尼人数无一定会增加啦。啊，那讲一直咧去传教，自然会增加。咱读中学拢讲共产党是无神论对无？啊，但是我去莫斯科吼。哦，看因咧东正教的教堂吼，足水嘞！啊，伊嘛是有教宗，伊嘛破因咧破，吼、哦！啊，所以，马克思、马克思无神论有影响到苏联的迄、那个，吼、哦，有神的迄、那个，迄款的学说，迄、那个影响，你安那解释？吼、哦，苏联当然是有宗教啊，伊迄个。Karl Marx 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啦，啊，伊即马 Karl Marx 来有影响啊，啊，所以即马 Karl Marx 因啊影响有的变作是这个国家，安尼正式讲是无神论，啊，无神论嘛是有用阮这个因的迄个基督教存在。是有安尼啦，我捌去苏联啦吼，啊一个导游吼，我有咧下面讲啦，讲这宗教吼，伊讲伊嘛是有咧去迄个教会啦吼，讲是较最济的是靠咧去啦，啊但是吼，伊无相信上帝神的存在啦。有的去教会都不一定相信有神的存在，有安尼啦。好，你先讲。因为我是讲有当时是毋是真侪迄个 dispute 啦、argument 吼，甚至拢因为误解而来。对咯。对，比如讲，我以前第一遍想要了解基督教在台湾是。甲第一本摕来就是旧约嘛，啊第一篇就读创世纪，我愈看就愈奇怪，迄阵，头壳内底就是讲，其他是 make sense，
啊，我感觉最近几个月前，伫遐探讨一篇，一个伫 opinion page 吼，有一我感觉写比较趣味。伊讲，咱拢甲圣经读了唔对。嗯嗯。讲圣经基本上是人类社会伫演变的过程。嗯哼。诶 ，diary。嗯哼。咱自己甲唔管安尼，所以都安尼伫安尼伫进步。嗯哼。我是唔知讲你对。一款课，因为两个月前我本来想要来听你，看你可能忙来要演讲，结果我有代志，无办法。我想讲，因、是不是讲一个较正确的方法吼，去读圣经，去了解圣经安尼。嗯，当然，这个圣经的写，当然是受迄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影响啊，所以伫早时，伫这个。不是国家，是部落的时候，因写出来对宗教的了解是一种部落的宗教。啊，那部落的宗教，这个神是咧保护因的宗教，因的百姓。啊，对安尼你就了解讲，这个神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吼，啊，将迄个埃及的大件拢抬死。台式，这款神都不是万，迄落做 universal， 是一个迄落 tribal god 啦。所以变作你读圣经咯，爱知影伊迄个迄当时的时间背景，作者是受迄个时间背景安尼写出来。啊，所以伫迄个部落嘅社会吼，都是敌人都爱会使给台式啊。啊！若到啊，这个耶稣听讲，神是万人类的神，你的对敌嘛是上帝的囝，你就爱听你的对敌。所以伫遮吼，这个圣经嘛是一个进化论。嗯，对。啊，这个讲咧，伊这个新海院长来讲咧吼，伫 YouTube 请你看。我是感觉伊咧演讲讲了足好，会帮忙咱若有读圣经会当了解。啊，我另外一个 comment 就是讲，最近台湾有出新的圣经吼，伊是新约大圣，啊，到后壁古约。伊是感觉讲新约内底，因倒转去看古约迄阵先知安怎讲，所以真正迄个基本是伫新约。对，嘿，托拉就是咧指古约的五本册啦。哦。欸，啊，普通人读圣经拢对头读咧，啊，实在是较危险咧。欸，所以讲用新约做头，迄是真好。嗯，真好。嗯。啊，以前吼，我伫迄个耶稣福音教会咧讲吼，啊。有一对医生啦，是迄个少年的，啊，因吼，讲古约伊嘛读袂起，古约读袂起啊，讲安尼，啊，听我解说了吼，伊讲伊较会使，伊较敢读，啊，无古约伊无爱读啊。对啦，我今仔日回到咱去讲这无神论这。哎哈。我较一寡犹太人到底。你咪当讲伊拢无神论的，伊若无你相信这，因的天权拢无你讲天道啥物。嗯嗯。欸，啊，日本的佛教嘛，我感觉日本的佛教，伊嘛是着无你讲什么世界，无你插。无。六道分道，伊拢无你讲这。因无咧，你讲犹太人无咧注重迄个来世的代志吼，啊，无一定是无神论呢。因嘛是相信神啊，但是。对啦，伊对死后的代志，因变作讲无重要啦。因是有相信神啦，因为死后的代志吼，咱无法度知嘛。哦 ，Karen 对。相信这所谓基督教真理，全部拢相信三位一体，even 那
相信耶稣是神，你敢袂当称作是基督徒？基督徒有几啊种啦，咱变做包容。所以你，对了，基督教导跟基督徒也无相同，所以有用教做中心嘛，你这个是变做人民的这个。所以耶稣嘛，无创基督教嘛，耶稣伊阵嘛是干那一个 follower 啊，你呢？耶稣是犹太教啊，对啊，因为耶稣过身了，伊的门徒嘛是还搁伫迄落犹太会堂咧做礼拜啊，是到我公元90年迄阵才脱出来，因为那安尼，即个所谓创设基督教，安尼就是反叛耶稣，因为伊就毋是基督教。伊就毋是基督教。好哦，好好，你论是会使安尼讲啦吼，但是因为宗教是继续咧发展咧吼，所以那较早期的基督教就是和犹太教做伙，是犹太教的一个 sect 啊，以后较脱出的吼。照那圣经讲，伊是要给耶稣来，伊是要给这个犹太教。Fulfillment of the old, 完成。所以人讲耶稣若果倒转来吼，礼拜要去对做礼拜吼，一定去犹太教去做礼拜啊。以前就是拢去犹太教来做礼拜。当初吼，教会就是天主教来中国传道，迄阵就做。伊遐教授看到讲中国人拢拜天喎，伫北京迄天堂吼，啊，所以甲号做是讲天的主宰，所以甲阿来号做天主教安尼。啊，伊是根本就是耶稣创立到即满2000年嘛。啊，即中间15世纪才吼，才佫发出咱即个新教，就是基督教。啊，真侪人 confuse， 叫做天主教毋是基督教，伊看那基督教才是真个基督教，其实拢是咱兄弟同款老母仔。对啦，天主教更是国教，基督教才是共识教，而且较偏个。对啦，对啦，旧教甲新教的区别啦，但是基督教还佫一个。新嘛是，其实嘛是拢有咧 reformation， 拢有咧。有啦，有啦，天主教嘛有咧改革，迄个 Vatican II 就是咧改革啊。啊，基督教嘛，还佫有东正教 （Eastern Orthodox）， 所以三大教诶区别。简单讲，就是经验无同个学。讲这个去划分宗教，同个足无意思啦吼。我参加拢参加一寡特别天主教。特别。不过拢无西藏啦，拢美国人啦。所以甲因斗阵久吼，甲美国即个佛教徒斗阵久吼。有一个现象不了处理，真侪人无咧相信转世。如果在佛教内拢一定讲，你啊台湾村一定相信六道，人家真侪人无相信咧。啊，真侪人嘛拢无咧相信上帝存在。就是讲，伊无接合数。大家在行，你咧想讲，恁家己去解说。对啦，美国人咧相信这个佛教吼，较注重是。要学因的 meditation 啦，对啦，较西方对，较西方。咁伊大部分伊嘛是拢开船来嘛，对咯。有，我是记早期咱请一个西来大学一个教授来讲，伊是本来保守的基督徒家庭出身，啊，尾后变作佛教。啊，我会记有人甲问讲，你佛教你信倒一款佛教？伊直直讲是 meditation。所以，有影就是讲，因较西方去啦 ，mindfulness 啦，即款物件。啊，对这些较，如果讲像这个六道轮回，即无办法证实的物件哦，你嘛无啥物信。啊，我有一款朋友基督教的同事啦，伊拢属伊嘛讲讲伊信 rebirth， 啊是安怎？伊的经验嘛，伊都是伊有一个拢一个 image， 啊伊认为伊的前世就是好些。十三岁囡仔心理会
雪地中，就伊就是迄个人。这边拢咱个人的感情，拄啊像地龙刚讲的，咱真侪决定些拢毋是理性，拢是感情。嗯嗯嗯。所以今仔日讲，我感觉讲就提供，就是讲迄个 reason。我是感觉讲，你若问我讲，我信啥？我还阁是基督徒，总是我足做我个 reason。有真侪即个宗教过来中间足侪人为因素，所以一直变。总是你若有迄个 reasoning， 你想讲 original， 迄个 creator， 迄个 creator 无一定甲咱相款。creator 有一个 something 咱讲袂出来，那安尼你我都通接受你个 faith， 啊不一定爱去 practice 迄个 religion。这是我感觉讲。不一定讲 God 就是参照甲咱人相关两个目睭一个鼻一个嘴，不是安尼嘛？迄是咱无法度相信个嘛。所以我会记迄个 Karen Armstrong 真出名个写，第一句就写讲 In the beginning, man created God。迄就是讲伊个 idea 来滴，唔是讲在开玩笑，而是真正个 idea。因为你讲对啦，因为我们以前去读 Eric Fromm 个物件是嘛。伊对这个反对偶像崇拜这个物件，伊解释我看足好解释。伊反对偶像崇拜，伊是讲当初意思来讲，你人去刻一个像出来，神像啊，神像迄种出来，啊，结果你也拜，因为这是你创造出来，你都甲拜，变作伊奴隶，所以因的 process 你造成一个疏离感啊，下灵的去。我伊这个解释我讲真 make sense 嘞，啊，不过我看。那个时代去提出这个反对崇拜偶像，嘛真先进的。当然，咱只要要过个 miss， 要过个解释另外的方法，就变作真偏向。我当初以后，我校园的解释话，我看真那个时代提出这个话，真前进的方法。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迄个对希腊时阵多神教，你也变作无神教。啊，有一个。我十条街第一届就是讲，除我以外，就使有别个上。那名是真正 exclusive。Okay. 所以这迄个观念要改变。啊，这个偶像像我的偶像，当然你要了解迄个时阵，人才会讲迄个偶像。唔是讲你今仔日你去天主教堂看到迄个玛利亚像，讲你是拜偶像。啊，你若讲迄个是偶像，那。去基督教会看到十字架，你来拜嘛是偶像呢？所以你别当讲啊，啊这古早这个宗教是唔对，就是来台湾去人烧，讲叫你个祖先的，遐祖先的拜拢爱摕掉，迄是足大个错误啦。所以基督教到今仔日伫台湾不行就是安尼，伊就 basically 反对迄、那个，啊咱这 respect 咱的祖先，这是自然的代志。不是讲你甲看作 God， 是啊。对啦，不过迄个 Zen Buddhism 内底毛讲有一个，迄个禅师，伊都你人讲，伊算有觉悟嘛，伊都甲迄个佛像摕来破茶馆里摕去烧嘛。就认为这个物件人做的物件，你不要讲局限于外面嘛，这是你心内底的物件。对啦，伊这印度教吼，伊那嘛是咧拜这个偶像。但是伊无看这個偶像是神呢，这是 pointer， pointer， 吼，亲像这 finger pointing to the moon 哈，你著爱看迄个 moon， 唔通看这个 finger， 嗯，已经五点嘛。跟 Russell 的册出来，我知影 Russell 上注重就是迄个 logic， 像为了理论。啊，我看过足侪迄个 debate between 这个基督教
甲无神论 ，which dogma？ 啊哈，啊 ，Krishna， 啊，这我拢看有看过。啊，即马你即个你若无神论这边讲的是拢用 reason， 讲你有即个 reason， 你才安尼。啊，你话我甲读到背起来都读圣经，圣经加下你说你做了一条。啊，我是感觉讲咱来了解圣经。不是上帝自己自己写，因为迄个神学院院长讲了足足对，不是 word of God， 迄个 of 的意思不是上帝做出来，是 word about God。因为咱英文的迄个表现 of 写，有当时嘛是讲 about。啊，所以你别当迄个上头啊，这个圣经本身都不是讲 absolute right， 所以你要用迄个来推论。讲恁别人唔对，我这才对，安尼就无合逻辑嘛。嗯哼。我是感觉讲 ，A equals B，A equals C， 所以 B equals C。总是你若 A 若无正确的时阵，你根本各路的逻辑拢唔免讲啊。对咯，哎。所以这是我的疑问啦，有啥物安说？对啦，我想对啦，这个圣经是人写的嘛，所以是迄、那、啰、個、啊，这个人伫无上的时间。啊，空间的这个伊的对神的这个表达的 reaction， 所以那是人对神的观念，不是神的话，神在讲的啊。这个基要派就是相信讲咧，圣经当时拢是上帝讲的话啊。啊，已经到的时间了，五分钟好无？无啦，你唔通讲真久啦，简单。上帝观念吼，唔是讲基督教，要加些教是，就个印度的迄个啥印度教，伊嘛是，对啦，有新的观念啊。而且是，迄是迄啥，迄是迄，是啊，迄足济宗教，到这即满就是足济宗教都是伊斯兰教的。嗯哼。迄实际上，伊斯兰教虽然讲伊斯兰教，但是所有伊斯兰教的教义拢无共款。对啦。所以讲表示讲，迄伊斯兰教是用推理出来，人修出来，都唔是讲真正有一个伊斯兰教的迄、那个迄个一定的教义，唔是安尼。那是人经验的啦吼，啊，但是，这个 Paul Tillich 有讲起讲 God beyond God 啦吼，讲咱的神的这个的上帝是圣经咧讲的上帝啊，但是真正的上帝是超越这个圣经讲的上帝啦。啊，那安尼讲起来，这个 beyond 这所有的宗教拢会使安尼讲。拢有一个谜样啦，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你会当讲安尼，迄已经唔是啊啦。因为神是无法度描写，无法度通测度，是啊谜样安尼。啊，迄点是所有的宗教拢有共同的认识。哎，够时间，无事。道可道，非常道。这条非常了，所以讲你在。道教有这再说